念念在的，铺满白你色不要说水说泡念的念海的。中跳跃。我这个手手可以抓，手可以抓。我是一只快乐的猪粉，我跟我的朋友一起旅行，我们没有功课，也不必等下课铃声，更没有什么规则要遵循。那么 Donkey 另一种是斑马 Zebra Zebra。 好，故事要开始喽。与我的公寓也与众不同了，看来这次你是稳得冠军了。谢谢终于轮到猎王出场比赛了，大伙都睁大了眼睛准备欣赏他的神迹。只见猎王很威风地举起弓来，瞄准箭靶，拉紧了弓弦，正要把箭射出去的时候，那把美丽的雕花弓竟然折断了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气死我了。哎呀，原来这把弓重看不重用啊。笑死人了，不能射箭的弓。反正牛牛，你昨天是不是有玩它？对不对？啊，这看绿色、黄色，哎，蓝色、红色，你看球球会这样跑哎、欸。你长大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用手手摸这个球球，你看，这个球球会这样跑哎、欸。是牛牛的。是什么？你看蓝色球球。看这边，那是什么？绿色球球哎、欸，红色。你看一下这个、哦，那个你打大力一点，或打大一点，就可以这样敲。你敲完这个敲敲的好不好？你看这样子，以后你就可以敲大力一点，敲大一点就会有了。那我们拿换了，哎呦，你拿起来的哦。嗯。这个细的，细的敲这个。嗯，你干嘛？你要拿两个一起敲哦。共共共。毛毛哎、欸，你看那有这个绿色青蛙哎、欸，这么激动啊！啊，你这么激动，在某个七月炎热漫长的午后，小青蛙毛毛想要写歌哎、欸，他想要写歌哎、欸，那他是不是想唱歌？那、啊、那是你跟爸爸爱喝的可乐对不对？啊，小青蛙毛毛蹲坐在。他的音乐长椅上，但是大太阳却把他晒得奄奄一息。太阳太热了啦！他在他的纸上画了个大黑色的音符哦，但是淘气的音符却跳进他的可乐里面哎，真的跳到可乐嘞！他把可乐倒进去大玻璃杯中，想要把音符倒出来。但是音符却溜到草丛中。是蝴蝶。二，看，三四，十六，十一。太阳，你看啊，一二，啊三，四，看越来越高。五。哦，小小101，对不对？